我哋会颁发爱心厨艺奖学金。这个奖学金是由一众有心人士赞助，而家里接受了意思指导之后，有杰出才艺表现的基层学生。这个才艺奖学金的得奖组别分别有音乐、舞蹈、科学、艺术和体育五组，会拣出30位学生。现在先邀请所有爱心才艺奖学金的得奖者以及赞助机构和善长打开镜头。在大家开启镜头的时候，都提一提大家，爱心才艺奖学金的得奖名单以及感言的电子版都已经通过电邮或者 WhatsApp 发送了给大家了。程序表的页之后的页数就会看到，欢迎进入去细看。请大家留意画面，首先宣布由任瑞小姐赞助的爱心才艺奖学金得奖者五位，包括李欣林、才艺、中国舞、意思、周嘉欣、李奕雄、才艺、小提琴、意思、钟永智、林志怡、才艺、中国舞、意思、周嘉欣、张嘉林、才艺、咏春、意思、徐永泰、梁心如、才艺、长笛、意思、陈以俊。接着我们会宣布由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赞助的 Computime Group Limited 奖学金得奖者四位，包括梁月诗、才艺、中国舞、意思、吴勤英、陈晓毅、才艺、多元绘画、意思、张景行、程子恒、才艺、粤剧、意思、Man Chan、黄子荣、才艺、真不淡彩、意思、吴丽萍。之后宣布由 EC Needs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赞助的潘永义奖学金得奖者三位，包括黄柏涛、才艺、咏春、意思、徐永泰、黄伟霆、才艺、拉丁舞、意思、Flora Chang、邓宝仪、才艺、钢琴、意思、陈君明。接着我们会宣布由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赞助的港澳台湾慈善基金会奖学金得奖者三位，包括谢志浩、才艺、乒乓球、意思、姓名、艾芬叶、钟佩文、才艺、长笛、意思、汪嘉颖、罗家桥、才艺、钢琴、意思、Iris Chow。接着宣布由道石教育有限公司赞助道石教育奖学金得奖者三位，包括黄孝元、才艺、乒乓球、叶诗、叶振嘉、黄俊浩、才艺、空手道、意思、黄定文、司徒卓南、才艺、管乐、意思、吴少强。宣布由 LBS Charitable Foundation Limited 赞助史慧莎慈善基金奖学金，得奖者是石瑞慈、才艺、儿童肚皮舞、意思、黄敏希。接着是 Mr. Chang Wing Po 赞助天父爱我们奖学金，得奖者是吴雅琳、才艺、网球、意思、吴启堂。接着是 Mr. Low Fong Ping 赞助张维贤女士奖学金，得奖者是吴晓晴、才艺、胡真、意思、陈允如。接着是慈悲佛教基金会有限公司赞助爱心才艺奖学金，得奖者是洪伟琪、才艺、网球、意思、吴启堂。接着是 Mr. Her Warland 赞助爱心才艺奖学金，得奖者是侯希彤、才艺、儿童粤曲、意思、吉曼美。接着是 Miss Lou E. Man 赞助文兆考女士奖学金，得奖者是马永耀、才艺、钢琴、意思、蔡文丽。
跟住係 Miss 朱於於贊助朱廣明獎學金，得獎者係許思琪、才藝創意繪畫二師陳依婷，然後係 Mansfield Consulting Limited 贊助黃滿新、趙士差夫婦獎學金，得獎者係許亞林、才藝跆拳道二師陶思雅。然后是李光远先生赞助钟禅卿奖学金，得奖者是陈日之、才艺管乐二师吴少强。然后是由 Miss 张春丽赞助郑希成及郑可宇奖学金，得奖者是郑思韵、才艺钢琴二师陈翠翠。之后是由阳光洗衣厂有限公司赞助阳光洗衣奖学金，得奖者是郑瑞、才艺乒乓球二师叶振嘉。最后是由徐利昌先生赞助黄莹奖学金，得奖者是严天恩、才艺跆拳道二师陶思雅。恭喜晒咁多位得奖者，可以向鏡頭揮手接受大家的祝賀。